哦，好痛！我也要准备。
3公里，经过水南服务区，距离下个服务区还有42公里，长途开车请注意休息。600米后进入罗文隧道。即将进入罗文隧道。进入罗文隧道，全长500米，沿 S14 善战高速继续行驶18公里，共有一个服务区，前方2.2公里，经过水南服务区，距离下个服务区还有39公里，长途开车请注意休息。当前车速119，限速100，请减速。前方800米，接近水南服务区。前方进入流动测速路段，限速100。当前车速115，您已超速，保持主路行驶。车道均可通行，保持左侧主路行驶。限速120。山东路转角。三站路。
人民歡迎你啦，我先咁樣歡迎你啦，已經。Thank you.